今天晚上的非常厉害的第二位歌手，大家知道是谁吗？哎，你们怎么都知道？好的，来介绍我的，好，有声音大师兄，哎，来介绍我的大师兄一号伟忠来到台上，嗨，谁谁嗨，来，这、yeah. 又是我，对啊，又是你，又是你，因为那个我们的主持人还是忙啊，所以伟忠要先带来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我需要先跟墨玉去交换一下那个。哎，你有带吗？有，我有带。我们要偷偷交换一下东西哈，你们大家先各自聊个天。对啊，先把手机准备好，因为等一下呢，一定会演唱大家最想听的歌，对不对？是。耶、yeah, ，好。希望大家待会可以跟我一起来大合唱。好的，大家请稍待片刻哦，谢谢大家，我是王墨玉，谢谢。